读一遍。I don'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。哎呀，人懂你懂，你懂都是打鼓咁样嘅，懂得懂得懂得，不用这样子的，你听我读一遍啊，好吧，来。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。哇，好标准。那我教你一个技巧，好不好？非常简单，把所有这些 T 变不见，不要读它。那比方说这个，你刚读什么？懂的。现在呢？懂。就是了。之前读什么 ？What。现在读什么 ？What。非常好。这个呢 ？About。现在呢 ？About。非常好。你刚把这个读成什么 ？Talking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有 feel。现在你把这个 K 呀、啊、变成梗，也就是 talking。Talking。对了，来最后一个知识点，你刚才这个读什么 ？You are。哎呀，就没有 feel。现在直接把它变成揪耳。中文啊。中文。揪耳。揪耳。行。好，我现在教你的所有技巧。放在里面重新读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。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是不是标准很多啊？嘿嘿，我都说了嘛。想学更多的英语知识，记得关注我。来，继续。